살고 다시 말 보내 날 아무할 줄만 바보 차이가 주지 주문의 것이 아무 게 아니야. 感谢亲家热情邀约，前往嘉义水上乡大仑村，体验当地的美景和小镇风情，并顺道来趟盐水小旅行。盐水天主堂可说是台湾最亲民的天主堂。为了贴近更多信众，教堂采用中国宫殿和庙宇的建筑风格。教堂内采用丰富的彩绘壁画，并引述圣经故事。最特别的是主祭坛最后的晚餐壁画。高耸的耶稣十字架下方是天主圣山图像。接下来就是穿着中式传统服装的最后晚餐壁画。这位造型极像南极仙翁的慈祥长者，则是造物主耶和华的画像。这座中西合璧、造型独特的天主堂，近期因电影《同学麦纳斯》拍摄取景，成了热门打卡地。打卡完毕后，不要忘了向圣堂维护及教士们致上最深的敬意，谢谢。造型古典的六角亭供奉着圣母及圣旨，后方墙面也刻画了圣经故事。大家到访盐水时，一定要到天主堂走走哦。沿着天主堂对面的小巷，即可到达八角楼王爷像。前方就是有超过150年历史的王爷庙。日治时期，王爷像曾是酒家云集之地。当时最著名的黑猫酒家，现已成了黎明活动中心。巷内多户人家仍保有旧时聚落形态建筑，而这间有着铁剪刀屋顶的古厝，是最具有特色的老建筑了。前方就是盐水重要地标八角楼了。八角楼整栋建筑是由12支福州山支撑着。到盐水当然要去买远近驰名的盐水意面。传说意面名称的由来很有趣，因为面团不加水只加蛋，故揉面时较费力，会发出意意的实力声而得名。盐水意面店家有许多间，多半有亲戚关系，间都有独特的美味哦。因为我们中午有人聚餐，故只买盒装回家试味道。后来想到柠檬冬瓜也很好喝，
这是炒冬瓜糖的炉子。中午亲家邀约在布袋港旁的餐厅吃饭，利用餐厅上菜的时间赶紧去采购。布袋观光鱼市是嘉义县规模最大的观光景点之一，若要前往澎湖旅游也能由此出发呢。嘉义的蚵仔包是渔港名产，事不宜迟，赶紧订购。匆匆忙忙地跑回餐厅，大家都已经开动了。这次两天一夜的嘉义旅程教会了我们，有时候最珍贵的经验是来自于亲朋好友以及探索未知的冒险。嘉义的美景、当地的美食和好友的陪伴，让我们这个来去乡下住一晚难以忘怀的回忆，也让我们更加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。酒店的鸟仔不是来偷听，听咱淡淡爱快乐约会的心情，阮的纯情梦为你每天放伫这，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。谁呀谁呀谁谁着咱的爱，打呀打呀打，打着青春甲期待，甜蜜的滋味掺着咱的爱，阮的永远藏在心内。